吃什么虾啊？台湾米嘛是吃什么虾啊？吃会到啦。所以台湾其实这个运销无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每摆若听着讲，即中华民国政府伫咧创即个农业政策的时阵，啊，定定就要改善运销制度，哦，啊，较改，唔知改几十年啊，拢改袂好势，啊，就是讲愈改愈花啊，愈乱，愈改袂清楚，哦，所以因边有一摆，我参加农委会的会议的时阵，你一个主任委员另外在迄台顶，啊，我挑伫那个片上。我讲一般水是对顶头向下骹流咯，这是自然的嘛吼。啊，中华民国的迄个法律吼，是叫伊水着爱对下骹流的顶头去。哦，所以所有那对顶头流来下骹的水，拢是违法的。啊，迄个主任委员听着过戆去。哦，所以有这点，咱大家去看卖，是人创造出来的这个阻碍，不是讲天然就有的迄个阻碍，咱就爱去顺迄个自然，去流落去，安尼才对。啊，那有阻碍，咱就个消毒、个排毒的边啊，不是个石头加个下一挂，可以安尼流落更加慢。哦，啊，佫较乱，这不应该。哦，走，安尼，佫交予你来主持。啊，那咱这学员同志有甚物其他的问题，我大家要了解德国的吼，请恁提出来问吧，紧。我是高雄来，啊年龄啊超过七十岁啊，哦啊，听着讲这台湾民政府吼，啊着加入，啊想要来了解，啊今仔个听着这教授德国转来吼，我一直在想讲这德国，予我印象是世界内底工业算上发展的嘛，啊台湾这几冬这二十冬三十冬来吼，咱也真发展，尤其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啊，这就予台湾的经济吼，应该会比例相当大。但是我一直怀疑咧，这个建立好的科技的国家，迄个劳工，政府当然用足侪劳动基准法啦。我讲无读法律，他们唔敢研究。其实我是对劳动基准法较爱研究啦，吼。因为我伫工厂内底有四十单以上的资历，啊，插这个工会啊三十单，啊，都借这个机会要请教咱的教授吼，讲德国伊现在发展的工厂，啊，因的工会。是政府安怎辅导啊？有迄个像咱遮呢三十档内底对台湾的经济贡献30%、40%，反射50%，啊内底无工会，啊所以顶日迄个张忠谋负责迄个台积电，啊发现讲哦，我大麦岛也甲开除，迄落也甲开除，拄啊经济拄啊少个机会无，足无人性的所在。啊，咱的物件伫美国、德国、世界各国拢咧用，啊无当用这是黑白，安怎黑白呢？做伊个努力个人，伊无发言权，伊无工会嘛。啊，即讲台湾市民做家，我一直怀疑。啊，所以发生迄个代志了，我拄着中央个负责啦。我哩借这个机会，较去助力，到尾我拄着干部嘛，讲无呢。啊，佮继续嘞，台湾人即是算个泛滥关系，咧做新产品销去外国，是毋是安尼？因为你劳资个问题一定足重要嘛。哦，啊，所以跟咱直接请教这个问题，谢谢。多谢大家，谢谢。我也不是研究这个劳工法的，啊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啦吼，啊是因为待在德国待遐尼久啊吼，多多少少有一点啊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啦吼。我所了解，德国是算讲一个，因为。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真健全的国家，啊，这个主要就是要爱感谢德国的劳工界这个工会，就是
古早的这个社会党，因成立百几年的历史，因努力去争取来，才会将这个原来这个或者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甲改变做即马或者市场主义的对。啊，这个大企业吼，那上5000个员工以上，一定着爱伫咧伊个企业内底爱有工会的组织，工人有迄个权利组因家己个工会，啊，选因个工会的领导人，啊，这个领导人因若被选着了后，伊个工作分量用个减少，薪水照领，工作分量会减少，啊，伊个。就是伫咧服务因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同事，啊，那超过5000个员工的这款公司啦吼，普通是讲小型公司、小型企业、私人的企业吼，那有10个员工，原则上就会使做一个小型的这个工会啦，吼，啊，有工会的时阵，有工会的代表。即就会使甲迄个头家、甲资方就有对谈的迄个机会嘛。啊，我头家就要对10个人，即嘛真麻烦嘛。啊，那大型的这个公司吼，这个是实行或者5-5制，那是5000个员工以上的大公司，伊的董事会。一半的当时是资方的，一半的当时是劳工的。啊，干那迄个总经理，董事长，伊是中立的就对。伫咧两边投票的时阵，咧董事会咧投票，那是两边拄拄啊平票的时阵，迄阵迄个董事长迄票才会使投落去做决定就对。啊，若无普通时董事长袂使参加投票，由资方甲劳方两方面的即个董事代表落去做即、這个公司政策的即个决定。所以伫咧即个澳洲那定啊发生讲即、這个。劳工的罢工的时阵吼，恁会发现讲，伫咧德国劳工罢工的现象较少，啊，迄、那个机会也较少，因为因这个工会制度太健全了，所以若是有薪资的问题，还是讲工作条件的问题要谈，拢会踮咧这个。当时回来的就开始运作啊，啊是那拄着讲两边的立场差太远的，安尼迄阵要谈判，无容易得到一个迄、那个共同点的时阵吼，才有可能讲会产生这个。劳工的罢工的这款现象出来，啊，那无一般拢是伫咧一个资方劳方双方伫咧讨论的时阵，迄阵就将问题解决了。啊，等到这个时这项代志的时候，这个还有一个特点，伊讲劳资双方吼，因的这个或者。薪资、薪水的调整，这款事件，这是劳资双方的代志，政府袂去插。所以，因两边若伫咧讨论的时阵哦，政府拢讲，这毋是我的代志，是恁的代志。所以，政治力量袂加入落去。所以，这个因为是德国社会制度的迄个优点嘛，吼，政府毋敢插这样代志。因为劳工若要要求讲薪资就要提高，
迄当然是爱资方就爱付出，唔是你政府爱付出啦。所以就爱资方答应，唔才有效。政府答应，政府就袂当提出来给你啊。哦，所以你运用这个社会政策的时阵，这个会使讲运用了比较合理。所以比较这个罢工的机会就较少，哦，较无像法国，定来发生这款叫罢工的现象。啊，另外一个重点应该是德国的特色。德国因为真早，因就发现讲，即卖社会的进步，吼，啊，科学的进步，工业的进步，即、這个分工。会愈来愈密切愈细，哦，有可能从电脑业发展到某一个尖端的时阵吼，敢若有几个人控制一个技术，伊就有法度通害到一整个工厂的迄个生产会停顿啦。啊，若即几个人合起来组一个工会。讲我今日要甲你要求薪水10%，明仔日要求你50%，啊安尼，规个企业拢好控制了诶，安尼即嘛是毋是好诶现象？所以，德国真早就开始，伊诶即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经济伫咧1960年代开始恢复正常诶时阵，就一。慢慢就有产生一挂劳资诶，即个双方的问题出来，所以因就有迄个敢若讲是前瞻性吼，因较员工较看较远，因就开始连工会家己嘛咧妥协，讲诶，咱袂使吼，敢若讲做三个吼，敢若天牛啊的查某人又要做一个工会，吼。啊！那这天溜啊，走工那罢工的时候，那件衫无溜啊，你嘛是还阁袂用咧变做成品的啊，对。所以，因就开始预防这个工会伤过分裂甲伤衰去，所以从开始就开始一直想办法要甲统一起来，还是统合起来吼。所以这尾啊变做讲讲纺织业的员工。啊，所以你若咧纺织业内底，不管你咧做啥物事啊，拢是属即个职业体，安尼属即个工会，安尼来的时阵，则袂受到少数的即个工人伊个罢工，会影响到整个的即社会经济。啊，你讲到这个时阵哦，我再讲一个笑话互恁听。因为当时的统一的时阵啊，迄阵真侪即个当地的即国家经营的即款即落企业嘛，忽然间伊的迄个生产效率提高100%、200%、300%，所以可能。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想讲，是不是因为西方的经理去啊去换这个以前共产制度之下的这企业，因的技术较好，还是讲他脑筋较聪明，所以让因这个生产率会用个短期内头提到遐尼高？啊，其实不是啊。就是我拄仔咧讲的哦，当尾仔就是统一了后，才被发现的这事实啦。因为这个是共产制度，所以一切的生产单位，拢是由顶头指挥你讲，这间工厂你今年就爱生产什么偌济，啊，明年就爱生产什么偌济。哦，啊，咱摕做鞋仔的工厂来讲，讲一间鞋厂。伊迄共产党个指定讲，你今年就要做100万双个鞋啊！啊，即鞋厂个经，迄个厂长当然就要接受啊。
啊，伊接受的方法是啥呢？上半年拢生产倒卡，哦，啊下半年就生产正卡，啊到个年底两边个合起来，大乱象就起来了。哦，伊是用这个方法，哦，啊是讲另外个一个例就是讲，一件衫设计落去，哦，讲要用红的料啊。啊，即嘛红的塑胶就无啊，即嘛所以红的料就袂当生产。啊，结果迄件衫已经做好啊，干那欠迄料尔，结果等掉在仓库，袂当出去。因为虾米人都无要关心讲来想办法，哦，去立起来，迄个塑胶料啊来生产，哦，啊，西方的这经理去了，看到讲。那样呢？无红料啊，无用黄的嘛，对吧？啊，就找黄的来代替，甲定落去穿就好势。所以，迄件衫本来爱吊半年，吊遐咧等，戴红料啊，结果因两工尔，黄料啊甲添落去，就提用个提出来卖啊。所以，这个真奇怪的，这种社会现象嘛，吼，欸啊，个大家可能知影这个面子的这间公司哦，真出名嘛吼。当时在统一的时阵，面子迄阵的生意哦以外，啊，等于欠员工，所以去求足侪当地的工人来做工。啊，结果当地的遐人来了后，做无偌久，大家拢去选定。虽然面子付足侪、足悬的薪水给伊，工资真悬，因咧赚袂多。伊讲呐，伊讲嗯，啊那透早上班，啊迄个工作线一直走、一直走，拢无停的呐。我常常咧问讲啊，当时要停起来？哦，伊讲因当兵唔是安尼啊，行两步啊就停起来，啊大家搁坐遐在咪开讲啊，对吧？无人咧关心啊，哦。啊，反正做较济，我嘛是领你侪钱啊；啊，做较少，我嘛领你侪钱啊。所以无人咧关心。啊，虽然面试要用较侪钱请，叫因来做工，因做袂落。伊讲咱是生产线呢，一早走袂休困的，哇，冻袂掉，冻袂掉，无一个习惯。哦，来，请你先。发言。基教授吼，今仔都有这机会，我是从这个高雄州啦。我现在吼，我那边是政府的顾问，那个吼，我世界这个宗亲总会吼，14年吼，这个组成的这宗亲会理事长，我啥前任兼进贤人的，我十五年前吼。正拄啊时代啊，佮伫啊戒严吼，我创立一个即个高雄市吼教育改革协会。迄阵我创立即政府吼，伊惊吓，伊是讲我吼是要革命吼，我就安尼甲我东东东西。尾后我讲我咧高中个老师，我也无白鸡之力吼，啊我也无枪，也无炸弹，也无子弹吼，啊我要安怎甲你革命吼？我是要对教育一个改革。哦，迄阵我叫伊当时哦立委，哦，尾啊做行政院长丁俊雄，甲甲协助，我成立。啊，我今仔来遮因呢吼，听到咱这个民政府，哦，我那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消息啦，哦，啊，所以我今仔来啊，你，啊，我你讲张总哦，台积电吼，我老先了，伫台积电了，我做研发部的这个经理啦，哦，啊，伊也时常去。啊，德国吼、哦，去参加伊遐的会议啊，是讲去日本，啊是讲去美国的四国吼，因为去参加啊这会议，啊对德国吼、哦，伊转来原来讲好啊，原来德国吼、哦，环保做了真好，啊去啊伊遐食品啥管理也真好，哦，佮伊遐的吼，这个环境啦，啊是讲伊遐教育制度真好，啊头拄我安尼吼，我有一个要问的问题。我咱个技教授吼，伊安尼记个
哦，其实真侪迄个笑话、笑谈啥个，啊，伫迄中间，本正我恁两个用哦，伊因哦，就拢先替我解答对了。我正要请教的是讲安尼啦，哦，即、這个吼、哦，最近吼、哦，即、這个即、這個、金融风暴吼、哦，啊，美国个雷动债务啦，啊个，伊啊一寡吼、哦，即个债务吼、哦、的问题啊。啊，股票市场啦，大震荡啊！啊，在咱这个德国呢，哦，伊也对在经济问题呢，最近是受到牵连，啊，是讲吼，伊也讲啦，伊也是讲啦，像讲英国哦，最近来咧暴动哦，啊，什么啥物冰岛啥的吼、哦，这个吼、哦、西班牙哦。因遐遐吼，遐过来个，过来啥个拢有经济风暴个影响。啊，德国现在即几个是毋是在经济上个是毋是原来有啥物波及啊？讲有受到这震荡哦，即点哦，来啊请教现在几教授。呀，即个同乡提出即个问题出来哦，我不是财经的专家、哦、所以我的回答比较粗浅、哦、不是正经正确，就是说一般生活在德国 的一分子所了解的现象，德国人也是受影响。我如果没记不到，好像台湾也有报道说没最近这几天德国的这个股票市场也落得很严重的嘛、哦啊，其实那是照德国的这个工商业的这个生产指数来个看，不应该有这款现象出来。啊，会造成这个现象，因为德国工商业怎啊还佫袂歹嘛，伊的这个就业率怎啊愈来愈降低嘛吼。啊，政府嘛真欢喜讲伊迄个财政的收入。有增加，有超过伊原来的迄个预算。啊，这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德国嘛是一个靠外销的国家，啊，所以伊的客户若有问题的时阵，一定会影响到伊嘛。因为将来这客户无钱、无能力，该买伊德国的机器，买德国的汽车。啊，德国的生产当然也是减少，所以也是同样有受影响，也会啦、哦、啊，刚才咱在交换意见中间因为有提及了这个教育制度，啊，这个又给我一个像一个提起一点嘛吼，啊、哦，我引起我的注意，过来介绍这个教育方面的我的这个经验。我会使讲，跟咱何瑞仁再去用我来讲讲，因美国无迄啰联考制度，吼、哦，每一间大学拢家己扣学生，啊，干啦，咧台湾即联考制度。啊，我会使讲是，因为是联考制度的迄、那个那受害者。我小学毕业迄年，台湾头一届举行联合招生，要考初中的时阵，啊，所以我就参加头一届联合招生。啊，等下我初中读煞，要考高中的时阵，伊个即个联合招生的方法阁改。迄阵讲，阮台北县的人袂使考台北市的省立中学，啊，所以我本来初中读建中，啊，高中煞着走转去读北投迄个复兴中学，已经落马学校啦吼。我去迄、那个落马学校复兴中学读三年，读啊，学啊会晓偷班去台中山偷班干嘛吼？最后，迄大龙山的感觉蛮无，去班校长因家的木瓜，
你即马高中读煞，要考大学的时阵，迄阵大学的联考分加一点半，我迄年要考讲无要分组啦，害我志愿填百几个啊！我本来迄个时阵，咱大汉家庭拢共款啦吼，迄个家庭拢会讲，老岁仔，迄个少年囡仔政治卖惨吼，读迄个工程个啦吼，自然科学个较好。我本来想要考家族个嘛，结果煞甲我分配变做去读农业，所以害我一世人就个农业甲走定啦。哦，因为安尼我去啊德国，我就讲我说奇怪，德国无联考嘛。唔是干那好多好多人咧讲，因美国无联考，德国嘛无联考，啊，用个对幼稚园一直读到大学去，啊，可能大家嘛知影，德国个大学免学费，哦，外国学生去嘛同款唔免纳学费，那有世界那有遐尼好个所在，哦，所以我开始就个注意讲，虽然我唔是读教育个，我就注意讲德国个即个教育制度是安怎，那我都能维持。啊，你那个了解了吼，是足简单嘞。德国人唔是巧，德国人是头壳足直嘞。跟他荷兰人讲嘞，哦，因咧追求的就是对的物件，伊尽量去找迄个对的迄项代志，还是找行对的迄条路。哦，啊，德国的这教育制度吼，跟咱这个美国制度。有小学无同款，因小学干那四年尔，哦，啊中学，到我即阵为止，一般来讲是九年嘛吼，迄、哦、任，十年啦，九年嘛吼、哦，中学是九年，总共对初中到啊高中，拢总九年的时间。所以因加起来是13年，啊，那咱这个美国学的，伊讲中国最多的是加起12年，所以咱减一年。啊，因咧实行安尼的时阵咯，有一个特殊的所在，迄是唔去推演出来，是安怎因唔免考试，因的这个小学吼，就是小学。第一年礼拜即个学生囡仔吼，老师对一年开始教，二年、三年、甲四年，一个老师带一班，带四年，带到一毕业，啊，这个老师则阁反倒转来教一年啊，哦，无像咱遮讲要教迄落升学班呢，哦，啊，你若教一年啊，迄款老师敢若第二级的、第三级的。啊，因为一个老师呢带一班，带四年，迄、那个老师对每一班的学生囡仔了解足清楚，所以要毕业的时阵，迄、那個、老师会甲因的家长建议，讲你这个囡仔，就爱去读初中，还是读中迄、那个高中？德国的中学有三种的中学啦吼，有一种是入去读到毕业，就是高中毕业啦。迄是较高级的迄个中学，啊，有一种入去读到出来是甲初中毕业的程度，哦，啊，佫另外一种讲较歹听讲放牛班，迄入去读到有一点仔像日本时代高等科迄款迄个水准啦，啊，因出来是啥？因出来就是要去做学徒，哦，要去学手工艺，哦，像我们学剃头啊、筛啦，吼。迄、那个毕业出来就是要去学学习即款的人，啊，所以学生囡仔四年要毕业的时阵，老师会甲因家长建议，讲你这个囡仔，我观察的结果，有迄个能力，通去读迄个直接读到高中毕业的迄款中学，哦，啊，你这个，读迄个初中的就好，哦，啊，另外一个讲。你规去可以读迄个高等科迄班，哦，
啊，即马出来有一个职业，真有适当。敢若讲，即个囡仔真爱做一寡物件，所以伊去学手工艺，即真适当。但是家长会用个拒绝即个推荐，会用个将家己个囡仔甲报去咱希望要读个迄个阶段个中学。但是一个会用个读个初中毕业个即款学生囡仔，你甲提起读高中个迄个中学个时，伊程度缀袂着，伊会读个足艰苦，啊，到尾啊会被刷掉。同款，哦，啊是安怎来啊呢？就是伊这个教育制度有分啦吼。像讲，咱讲，外国语言吼，德国的中学，迄个我若讲唔对，你就加加修正啊。因你中学的时阵，因为就爱读外国语言，啊那读初中毕业的这款学校。初中的中学，伊读一个外国语言就会使。啊，若要读啊高中毕业的迄款中学，至少要修两个，哦，甚至要爱修拉丁文。有的古早要读医学的，还是搁读幼稚学的，就爱搁读希腊古文，因为真侪医学甲幼稚学甲希腊文有关的，就搁去读去。啊，你那。讲较歹听，讲较贫惰读册的人吼，你甲花迄款所在落去哦，伊得袂着。所以，迄家长吼，大部分拢会接受老师的建议。啊，因为老师也袂讲，我甲你收红包，就甲你建议较好，无可能的代志。你一下就闹亏嘛，对不？所以呢，因为老师也袂做这款代志。哦，啊，那讲。但是无想要读册，佮一日定人要算的吼，迄款的老师就来建议讲，啊，你去跟他读迄个高等科，啊，高等科咧教伊啥？唔是咧教伊讲去外口做问题学生啦吼，啊，一日在那边在那迄个卡拉 OK 啊，那边写课文的迄款，唔是，伊咧教伊一寡公民课，哦，出去做人要安怎，啊，要咧社会。咱的社会是一款啥款？哦，啊，即马目前德国有几个政党？哦，啊是多一党甲多一党联合起来伫咧执政。啊，即马总理是啥物人？你甲因教一寡即个社会知识互因呐？哦，所以因遐人嘛毋是正经去放牛呢，所以嘛是伫咧吸收一寡即个社会知识。所以伊虽然是读迄个放牛班出来，但是伊偏偏。十年出来了后，因为迄个知识水准嘛是不只悬的，甲讲 common sense 啦吼 ，common sense 哦。啊你个想，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囡仔，还是讲无读啊初中，伊即马即个小学四年了后，刷落去佫读九年的即、這个，因拢总即马因为是十年的迄个义务教育嘛吼。对吧？所以中学六年嘛吼，拢拢十二年啊，哎，对啊，哎，啊，伊即马出来啊去学画图，哦，去做师啊工，啊去学功夫，三年了后出师了后，伊开始在咧赚钱啊咧，啊，读大学个迄个啊，搁咧大学咧，对不？啊，所以伊即马。出生了后，去继续搁读几年了后，伊搁做几年了后，伊迄个薪水伊个收入吼，会用个增加到有可能，强要甲迄个读大学毕业出来，要领迄个薪水强要降啊。所以因为安尼个关系，无一定讲大家拢要想要去读大学。有领薪水啦，每一个月领600块的欧元的。进前伊无做学徒，伊也无做着工作啊。做学徒伊搬一礼拜几工去校读理论课，啊，连几工去工厂做工，啊，因就领薪水。最少恁来去饼干店啦、
烤面包店拢有差不多600块的薪水啦。嗯嗯。咱讲到这教育制度，就是用伊讲，用伊讲吼，我所了解德国社会迄个重点在这个所在，哦。我提一个例起来讲啦吼，咱咧剃头师啦吼，剃头师嘛是着爱去学学徒，啊嘛是着爱三年，啊这就是啥？就是迄个放牛班毕业的迄个人，伊怎样要去学剃头，着爱去找一间剃头店，收伊做学徒，啊这间剃头店要收伊做学徒，伊爱有资格。迄、那个剃头店的老板本身就要有师傅的资格，才会使收学徒的。啊，即摆收伊来做学徒的时阵，你是啊，伊咧教伊讲要安怎剪头髪，要安怎剪头髪。啊，即摆到我下晡一礼拜差不多有两工三工哦，无一定看倒一个行业有需要有变动。这个学徒就要去读迄个职业学校的夜间部的，对。啊，迄、那个夜间部的教伊啥？教伊一寡理论的物件，科学的物件。也讲，即摆你要共洗头髪，要用啥物杀蚊粉？哦，啊是要共染头毛，就要用啥物药啊？才袂伤害到这个皮肤。得学者，啊，你是啊，伊是咧教因师傅学要安怎教头毛的。啊，安尼学差不多三年了后，就爱参加考试毕业。安尼即个讲，我就出师啊。啊，出师，伊是啥？伊是会使去做剃头师傅尔，会使奉请，但是伊还阁袂使开剃头店的哦。哦，是安怎？因为你开一间剃头店，毋是讲你干那会晓讲剪头髪，安尼就好啊呢？你就爱报税的嘛，对吧？你就不淡薄啊会计，哦，啊你若开剃头店了后，有可能你若生意好起来，你家己一个人做袂起，得要请别人，哦，啊甚至你会用收迄个学徒，啊你就无够师傅的资格，所以你袂使开剃头店，所以。出师的这剃头师傅，伊若有去奉请两年、三年了后的职业经验，伊就会使去参加师傅班。啊，师傅班，即卖咧教伊啥？师傅班即卖毋是咧教伊要安怎人剃头，伊都要安怎人剃头，即技术也向个嘛。即卖就是咧教伊讲，你即做一个师傅的人，你要安怎开这间剃头店？啊！你将来有可能教师啊？你这个教育学，你就要学。你要安怎修学徒？这个咧教者，所以那得到师傅资格。那在咧手工业，在德国来讲吼，这个师傅，这个 license 吼，这个执照，迄、那个甲大学毕业的文凭，无输呢。有的公司顶多要请这款叫做师傅，有师傅薪水，有师傅资格的呢。你大学出业无一定还阁拼得到呢。哦，啊，讲到这个，我这个提一个例出来，这拢我可以亲身去观察啊，甲分析出来，诶，这个结论啦吼。咱这边会使讲，主要是讲用这个剃头师傅。剃头行业来讲，即马摕一间工厂来做说明。工厂内底有工人，啊有工头，就是师傅，啊顶下有工程师。工程师伫做设计，要设计一台机器，哦，啊即马工程师设计好了，迄、那个设计图交予师傅。迄、那个师傅看到设计图了后，伊就知影讲啊，这台机器就爱生产几个 parts， 什么款的 parts？ 啊，伊的下骹的工人有什么款的专业的员工？有滑车床的，
我还迄落转场诶，对，啊有诶做这项，有诶做迄项，所以伊将将即个机器诶设计图分予伊下骹诶遐工人去生产。啊，每一个工人生产伊迄个专门诶部门迄块物件互伊。啊，即摆工头生产好势收瓦来倒落去，迄台机器若袂走。哎，问题啥？到底是设计唔对，还是生产唔对？迄阵会使查，哦，所以会用个过来查看嘛。讲哎，工人生产的遐 parts 是毋是有照设计图的尺寸无生产？啊，若有照设计图的尺寸无生产，所生产的遐部品甲倒去，迄台机器还阁袂振动。安尼是你工程师设计唔对，对吧？所以，因为德国的迄个工厂吼有安尼的这个制度伫个吼，所以我听伊讲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德国唔就战败咯。所以进行国，特别是苏联，啊个法国，拢要去拔德国机器。一方面就是讲，敢若讲，你着爱白相嘛吼。啊，第二方面因为我惊讲，德国国叫清起来吼，危险。啊，所以大家要提迄个德国出。啊，但是呢，伊无想着讲，德国这个师傅哦太厉害了，因为工厂的这个师傅哦，就是承上启下，哦，顶也是工程师，啊，下骹是甲工人接触的。伊想了解伊即间工厂内底的重点，所以听伊讲讲真侪即款师傅头，知影讲因的工厂伫要放北机器啊，三更半夜走去工厂内底，将迄台机器的上重要的部分咯，甲北起来全藏起来。啊，结果苏联的人唔知影，来哦，一台机器安尼，大国国安尼甲摸去苏联，啊，欠迄部分，迄台机器袂振动。哦，啊，德国伊迄个重要部分甲留起来，所以战后美国开始援助，马歇尔方案甲援助，伊有一点仔迄个外汇了后，开始用去买材料，伊边仔遐废弃的做做起来的，迄台机器佫用得走。啊，苏联个某迄台大台机器还佫无咧振动，哦。所以有这个现象吼，咱就会使甲判断吼，就是我大胆来讲话啦。你即阵吼，德国国家弄啊用过过吼，过二十年伊个变啊，伊这个制度存在嘛，这个制度存在嘛，哦 ，OK。咱各位最后一个问题，阿兄你有问题？咱天大计时间啊，我放弃啦，放弃了哦。我咧，咱要其他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那无咱就来，嘿，嘿。无这是咱的问题，不是外头的问题，吼、哦。啊，这个外头吼，当然。德国外劳因为外劳的问题啦吼，但是伊那问题较无啊，咱这遮尼严重。至少德国社会吼，啊，较有一点仔人性啦吼。伊迄个外劳，伊叫伊来做工吼，甚至温准因外劳会使过去带因某来，哦，啊，伊老细汉囡仔嘛用个家庭个。团员，啊，这个就是将来，还是讲今啊德国的这个外劳的问题，因为这来德国做工的这个外劳，当时德国经济够在起飞的时阵吼，是干那为着要来德国赚钱，啊，赚的准备要过回去因故乡，回去生活的，无想着讲因一个来。嘛是过二十年、三十年了，全说倒落去。啊，即外劳的迄个知识水准，
弄个鸡嘛，所以真侪头一代，甚至个第二代，拢得闻那个味香很痛。啊，所以往往会去造成讲，因为一个迄个特别社区就对了，哦，外劳集中在一个社区，啊，迄个社区当然较有一挂社会问题。啊，咱台湾的外劳，我感觉无同款。咱拢唔请当大学生呢，哦，真侪菲律宾的拢读大学的，来咧台湾咧做迄落高速，迄落咱的迄落高速highway 吼，啊是讲咧起大楼啥对不？啊，咱个行者讲两年来。哦，也袂使娶某，也袂使生囝，啊，两年了后才能赶回去。所以我有一摆机会，一个迄个劳委会主任叫我骂啊，我讲你这不人性嘛，对不？啊，就叫人两年袂使娶某，袂使生囝，但我袂使。啊，你两年来，你感觉唔捌跟恁太太斗阵过，对不？所以咱的这个外劳的政策。应该就爱改另外一个方式了吼，不过这今日不是咱讨论的范围，多谢。哎，潘姐，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吼，啊，大家呢意犹未尽哈，来，大家起立。今日，好，潘姐，你家有一个，这个识别证，曾拱照先生发到就来我这念哈。